对，我上三年级，我是美国人，我住在麻省，我没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，我会说英文、中文和法文。我喜欢学中文，也喜欢吃中国菜。我喜欢吃蔬菜和水果，我爱吃火鸡肉。火鸡肉，我不爱吃辣的，我没有食物过敏，我对鸡蛋不过敏。哇，所以明天我们做鸡蛋的食物，你就可以了。我爱中国菜，酸甜苦辣咸。我爱中国菜，酸甜苦涩，香味俱全。我爱中国菜，酸如月粟米，色香味俱全。哇哦，你看到川菜了吗？啊，对，哇！OK， 我爱中国菜。花椒、大料、葱、姜、蒜，有没有人还记得这是什么东西？八角。再来一遍。八角。我们数一数，是不是八个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有八个八角。对了，我们做肉的时候啊，要放。八角。Sammy，你想吃什么？这是，你可以读出来吗？宫保鸡丁。OK， 请你说，来一份。来一份宫保鸡丁。OK，Sammy，昨天你也是点的宫保鸡丁，今天你还要吃宫保鸡丁吗？好，你要辣的还是不辣的？不辣的。OK， 宫保鸡丁会有一点点辣，我们少放一点好吗？好的。好，那我现在看到潇潇，潇潇，你准备好点菜了吗？嗯，好的。我要一个炒饭。2020华美夏令营第一届五子棋争霸赛决赛，由冯立新同学对阵关伟明同学。来，我们的第二阶段的课程结束了，但是我最后有一句话要跟大家说。In my opinion, all you guys are champion today. Congratulations, and see you next week.再见，我们下个星期见。下周见。